新讲解一个抖音 AI 换脸表情包小程序变现最新玩法，单条视频变现10000，普通人也能轻松玩转。表情包小程序变现是抖音的玩法啊，一直越来越好。最近新出的 AI 换脸表情包更有意思，可以预见了这是一个红利期啊，短平快的项目啊，操作就能赚钱。通过小程序换脸啊，这是课程的目录，大家看看，包括这个表情包的制作啊，制作，还有这个变现，还有发布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还挺好玩的，就点这个小程序，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还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AI 换脸啊，或者是表情包小程序变现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